我的公公在这个月来亲手用毛笔一笔一画的写了400多张的喜帖。掌声鼓励，最大的诚意，谢谢。爸爸，谢谢。那当然，就是背后还有他最大的支持，就是我的婆婆，还有我的小姑苏锦。苏锦她直接帮我担任主持人，还有晚志。